your mind. About a year has passed, I knew it never last. Now I'm out searching for a mine. You drink your girly beer to wash away谢谢，谢谢。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us. This is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and we're so glad to be here. 50 years, wow, amazing, incredible achievements, wonderful company, wonderful people. Thank you again. 谢谢。This next song is entitled "Mary Jane."Well, at this particular point in time, I would like to welcome Alan Kuo to the stage and his band. Oh, 听起来是一位有
另外的嘉宾要一起共演是吗？有彩蛋要来了，所以我们看到有一批这个新的人马来到舞台上面。哎呦，所以那这位刚刚我好像有听到他说，这位歌手 his name is Alan。Alan from USA or Taiwan？ 哦，哎 ，You don't know。他说他不能说。Oh, so. Oh, yeah. A guy whose name is Alan. Yeah. Will join. You think so? Heard he's a guy from. From somewhere. Somewhere over the world from Taiwan. 是 Alan 哥啊。是我们想象那个 Alan 吗？真的吗？柯有伦，掌声鼓励。我刚想说是哪个 Alan？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Alan 哥 ，Alan 哥，哎，你好，要不要跟新大家先打招呼一下？好多人呢，耶，耶，红海的同仁 ，Alan from Taiwan， 是，哎呀，要加入他们一起共演，对，他们真的都是红海的同仁，你刚刚在后面看到吗？讲太不可思议了，红海同仁卧虎藏龙，对，有没有听到刚刚那个音乐？对，很专业。对，可是呢，我们现在要把演唱会带到另外一个层次。哎呦，对对，有没有看到其他的乐手朋友都上来？要提升到另外一个 level 就对了。另外一个 level。哎呦，应该是说刚刚他们的曲风呢，是真的是很美国在地的。哦、但是现在呢，我们要加入 Alan 之后呢，把它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演唱会。在地。在地。在地演唱会哦。就是那个这个美国尬台湾尬出新滋味。哎呦，要 remix 在一起就对了。在一起。哎，那跟他们合作的感觉是怎么样？哦、我真的觉得哈，就是他们不出来做音乐浪费了。可是当然，哎哎，没有，你应该这么说。斜杠，好险他们没有出来做音乐，不然我们就失业了。真的，真的，哎，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们谢谢你们给我们饭吃啊！谢谢谢谢谢谢，不然每个人都能言上道，又长得好看，又懂理财，然后呢又富饶爱心。哎，那我们要干嘛？又会唱歌，然后他们又会跳舞。刚刚后面有没有？有些舞蹈。对呀、啊，哎，不然我看我们歌也没有唱好，长相也普通。但是你不要妄自菲薄，你人很好。对，刚刚那位朋友有说你有所不知，你人很好。我刚刚在台上，我是问这位这个我们美国常去的同仁说，你觉得我漂亮吗？他说您很善良。您很善良是 Rally 吗 ？Rally， 呀，对 ，Rally。哦，他昨天我们讲话的时候，他国语讲超好啊，我吓到。我们在讲讲说，我在讲英文嘛，我说 Rally， 还说 How we gonna do this song？ Yeah， we gonna like you know rock out。他说哦，对，这个我们哎呦哎呦，怪的。然后你反而讲英文，然后他讲中文，对，他讲中文，你们真的怪怪的，你们怪怪的。他还跟你说，哎，尤伦，我觉得你的中文不太好哎，哎，你应该要去有点问题，对，应该要去补习你的中文。对 ，OK， practice makes perfect。是不是？所以其实你们一开始就有默契吗？还是呢，渐渐培养当中？还是要等下在歌曲当中才可以看到你们的展现？嗯，我觉得先保留一下，保留一下，哦，保留一点点，是大家等一下呢即将看到全台湾最摇滚的表演。OK， 要给大家一些 surprise。对对对，因为也是他们觉得说他们飞过来，对，大老远，他觉得没有把气氛整个带起来。他们会觉得哎、欸，那你们这样练习的时间够吗？哦，我跟你讲，我们练超久的，哎，就昨天，昨天，很赶，很赶，很赶啊！因为他们飞那么久来这边，啊、而且呢，有时差、欸。不要说，不要说，我们歌手很忙，他们比我们更忙，对，反而是我们要配合他们，因为很谢谢。我觉得今天的表演很难得哦，通常我们只看得到 Alan 自己在舞台上演出，是但是难得有一个企业愿意跟我们一起共演，反而觉得很谢谢你们的邀请，对吗？你过去曾经有这样子的经验吗？从来没有。这是第一次 ，first time， first time， 献给红海，红海做太有才华的一个企业了，谢谢。那一般来说，前面刚刚你刚有看到嘛，两位在前面唱是主唱兼乐手担当，后面三位呢是美丽的 dancer。是。那你有一边访问一下他们吗？一边那个学习他们的舞技吗？对啊。他说他平常也有工作之余也是舞蹈老师。How is dancing today? It was fun. I had a great time. Yeah, there's a lot of people, you know. You nervous? A little. Anyone would be. I'd love to see anyone else come and dance. 他说他有点紧张，需要再来点掌声，可以吗？可以啊！ It's all for you. It's all for you.
欸、太好了、欸、Alan 哥的英文很好。对，谢谢谢谢，所以谢谢你救我们。多讲五分钟的话就会拉扯了。但是你刚刚问了一个问题，我刚刚也问过、嗯。Are you nervous? Are you nervous? 对。你会不会紧张呢？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那你问他。Are you nervous? Are you nervous?、I'm very nervous. 哎呦，讲英文都惊到要死啊！真的，因为我觉得来鸿海这边真的是，我们好像主持一场尾牙，好像飞行了全世界。刚刚去了越南，然后呢，现在来到美国。是是是。待会儿呢，我们还要去一趟印度，还要去一趟墨西哥，哎呦，还要去一趟欧洲。哇哇！要去很多地方。所以呢，如果 Alan 哥，你觉得要环游世界？嫌太贵麻烦的话，你可以整场留下来看表演。对、我真的，我今天一定会好好留下来，因为我知道后面还有更厉害的 yes 这个演唱者要 yes。那我们迫不及待了，现在能不能先看看你们的表演呢？当然可以啊！好的，掌声交接交，把时间跟舞台交给 Alan。Robbie, you ready? Wow. Ready?手机给我。Forever. I ain't gonna live forever.
就是红孩的 style。